我好嬲啊！因为神爱我，点解我会自己都咁憎自己？咧就觉得啊，原来我真系咁宝贵。我冇谂到神咁快去回应我祷告，系谁听咗？系啊，好开心。神终于将卓维从死荫的幽谷拯救出来，并且在第一次说的聚会当中，神藉着日华牧师回应了他祈求恩膏的祷告。但是接踵而来的就是神要卓维凭着信藉着说去完成他毕生难忘的信心功课。其实呢、我自己对神的看法呢，就是但是我神这个是很明显我自己知道，所以我不会去埋怨神。就算我在很早的时候我情绪很大，刚才也说了很多时候、很容易放弃三分钟热度，但是当姊妹跟我说这个神在哪里，还在你的心里，那我所有脾气我都要立刻收，因为神在我面前是很大。之后呢就 在我身体那里就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那时候健康一路一路是直线下降走下坡，因为已经都瘦了差不多20磅、去做 body check， check 到原来、有肾水肿、糖尿病这些问题。之后我决定我 不接受其他医治了，我去用我自己的方法，用神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时直情的日常生活呢是不像一个二十多岁的一个后生女，因为行楼梯行几级呢就可能块面已经开始变到白了，那晕了，会脚软了，会气喘了，那吃东西又会晕，一肾水肿呢就令到我的肚子很胀。直情有一段时间呢、我企直缩住个肚呢都突咗个肚出嚟。有一次喺屋企嗰度听诗歌，系啊，期望去行义，但系盼主应允我做唔到咁。即系人嘅力量系好有限咁。我喺屋企听呢首歌，我自己都喺度喊，但系嗰种心态系嗰种心情系冇人知道。就算妈咪佢每一日佢见住个女个精神好差，体力好差。他很想帮我，他 很担心我，但他都不明白内心那种难受。其实不是说肉体那些辛苦， 是你自己有很多东西你想做你做不到。你看到、可能你看到身边的姐姐弟弟妹他们有时不爱惜自己健康就会很着紧，但是神在我心里面去加一种平安给我，我知道我很有信心神是会医治我，但是只不过这个一个过程我需要去依靠神，真的要去依靠神，如果不是没办法去行到。但是之后到第四次说的聚会，神透过牧师去 call 所有糖尿病的人去出来，我为你们医治。那时我立刻心好像突然间叮一声，哦，好想出去啊。我企出去的时候我很感恩， 我自己很感谢神，即是我没有刻意去求神你要 call 这个问题出来， 我相信神的医治。但是神去 call 了，样到12月尾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身体的情况所有东西都差不多了。但是很特别就是糖尿病这件事，还有我那时最严重的肾水肿呢，在一次主日完了我出去医治服侍那里去祈祷，去为肾水肿去祈祷，然后我做了这一样东西，我先去做 body check， 那是 check 不到肾水肿，糖尿病是完全不见了。而我那时候我的体重我都不会再去瘦下去，
個人個個面容都係飽滿咗好多，因為直情瘦到呢個骨咧突曬出嚟，個眼又凹曬落去咁樣。到第五次聚會咧，牧師又再去 call 骨落得醫治嗰啲咁。咁我嗰時其實由細到大咧個骨嗰度都很容易周身骨痛，一路到去發育的時候咧，就發覺哦，原來肋骨咧佢一路大咧係兩邊唔對稱得好緊要，一邊係直情好似係歪咗出嚟咁樣。牧師去 call 呢一個問題出嚟嘅時候，我就嗰時係聚會裡面咧，我係有腰骨痛嘅。你身體上骨有問題嘅人，無論係你嘅骨係點做啦，骨刺咧。所有是骨的疾病，是有骨的问题的疾病，你到现在出来实要医治你在这个时候。那我就出去了，出去其实在等着等齐人去拖手的时候呢，已经是神那种的同在很犀利，很感受到我直情是即係個人係搖晃。我釋放神嘅醫治，神嘅恩膏，由頭到腳臨到你哋，讓你哋所有嘅骨骼要完全正常，回復翻神所創造嘅形象。我哋咁樣嘅禱告，全教會同心合意，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字。開始禱告的時候咧，神的電流咧去包圍我啦。咁我左邊一個姊妹，右邊是我媽咪，佢都係需要醫治咁。咁佢哋見我咧個人越嚟越熬得犀利咧，咁佢哋好驚我跌啦，可能。咁佢哋咧就拖到我好實。即係直情咧，想要叫住我，你唔好諗。咁到個聚會尾聲嘅時候咧，直情係嗰啲電流咧，唔係由外面包圍，係由裡面湧出嚟。然之後我係有一下，我係直情湧出嚟，我係喊。即係我感謝神，神係喺呢一個醫治嘅禱告嗰度去醫治我同埋釋放我，我個腰骨痛嗰度都即刻冇咗，同埋個肋骨後屘 check 翻都係對齊咗。咁你而家對神侍奉嘅心態，或者你對神有冇任何嘅回應咧？其實我對神嘅回應就係，我覺得我應該要做好自己。咁因為由我信主嗰一日開始，我都知道我嘅生命唔係我，加上神去搶救我，其實真係喺個火坑嗰度。咁去拯救我全家，咁而我喺得醫治嗰度，其實嗰時個情況都係幾嚴重嘅，個健康狀況。但係神又再一次去拯救我，咁一次一次俾我知道我自己，我唔應該再為自己去活咯。我係即係我願意將我的生命去獻俾神，我好想喺我唔同嘅層面我都做好，我去真係去盡心盡意去侍奉神。